姊妹你好，大家咧相信都有啊喺住棚节嘅时候咧睇咗一出极其精彩嘅住棚节嘅剧。有人同我反映就系话，师母，我以前咧睇老一制作嘅剧咧，其实每一套都精彩噶，我唔知点解咧。今次呢一套劇咧，佢除咗精彩之外咧，其實佢係有一個 impact， 即係有一個撞擊，同埋好似讓我哋咧開始要進入一個嘅思想，就係佢帶住一個訊息同每一個人講。咁啊，呢套劇大家都聽過我哋嘅同工們嘅見證。不單止是精彩，其實他們用了是不可置信很短很短的時間，去無論寫劇本，無論排演，音樂等等，其實都是不是人的能夠做出來的，絕對是神的作為。我今天請了幾位我們好寶貝的器皿，神親自招他們的。這些呢本來真的應該你們沒有想過有一天神會要你們來神的殿裡面服侍他，是不是？這個應該在 IT 界都是奇才來的，這個真的本來已經甩到就來，他本來很想服侍神都不想服侍的了。這個不知道如果你今天不在這裡，你在這裡都在街邊喝下酒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專業，但是呢神今天卻用劉明，他是寫這個劇本，用 Meiji， 他是這套劇的女基督徒女主角來的。而大家都看到呢一套劇裏面的各式各樣很精彩的道具，都是我們這個道具王子樂軒所製作的。我看到他們今天可以這樣被神用，我自己心裏面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滿足，都很想請他們講一下你們從你們自己經歷這個劇從無到有到完成，你們的感覺是什麼？這套劇從無到有，其實一開始做的時候我都完全看不到條路會怎樣完成到，因為時間實在太短了。因為我一直寫劇本的時候越想越多東西，越想越多東西，突然之間又整架火車，突然之間又想著南海，即是想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很感恩，我覺得我們的整個團隊很信任大家，亦都有一種就是我們就為神看看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做到多少就多少。我今次呢真的一個很深的感覺呢是即前期寫劇本很忙，但去到中後期的時候呢，我是 feel 到很多不同的團隊將他們 的心，他們 的專業，將他們的那一份呢塞入來我在中間裡面組成成套劇。即例如道具咁樣啦，即我同佢講，我想有個神嘅名嘅吊嘴，咁跟住之後我就好簡單，你淘寶又好咩都好，點知佢話想 3D print 喎，哦好啦，咁 3D print， 咁佢又自己 design 咗裡面真係有神嘅名喺裡面喎，跟住之後過咗牌之後佢話要發光啊，唔係，跟住佢同我講不如發光啊好唔好啊？佢話嚇發光，我哋冇乜時間嘅咯，仲整唔整到發光啊？跟住之後佢話得噶啦，得噶啦 ，OK 噶啦，就係咁樣，即係挑戰不可能。即係我覺得我好想去 release 佢哋嘅 workload， 但係佢哋就自己好想為神，就睇下依個咁短時間做到幾多。咁我覺得好感恩咯，同埋我覺得呢套劇裡面神答我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究竟 Christian。他這樣撇下一切去追求神，
究竟 O 唔 O K 咧？因為對於我自己的生命嚟講咧，我見到好多牧者佢就咁樣去撇低一切，去跟從神，最後佢嘅下一代，我覺得係好好似好被忽略咁樣。即係我自己係好似有少少位卡住咗喺個位，我好似唔能夠，即係我有咗小朋友啦，有個留心啦，咁我能唔能夠咁樣完全放低去到跟從神咧？我寫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係唔得嘅。That's why 咧，我寫 Christiana 佢嘅經歷咧，去到最尾佢都係因為仔女嘅緣故，佢放低咗，佢 miss 咗天成站。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套劇裏面，神答我呢個問題，就係原來即係喺過去橋裏面，Christiana 佢被耶穌問，即係佢哋溝通裏面知道耶穌嘅心係啲乜嘢？其實耶穌嘅心就係唔單止呼召 Christian， 而係呼召我哋每一個人，當我哋每一個人都願意踏上呢條天路嘅時候，我哋就唔係被撇棄，我哋就唔係孤單。所以我覺得神真係解答咗我依個信仰跟從神一個好大好大嘅卡位，所以好感恩。哇！所以你根本就唔單止係話為神完成一件不可能嘅事，仲好似係對你自己嘅生命嚟講咧，都向前踏咗一大步。是没错，是最后是神为我们承担才是个出路。哈利路亚，就是你觉得是失去反而是得着，真的很深刻。 Christiana 又怎样？我就其实真的经历了这个剧呢，我觉得很震撼，是的，到今天想回头都还很震撼很感动，是因為其實啱啱開始知道要排之前咧，我個仔咧撞車啊，所以其實有啲難咗，係我有諗過應該係演唔到嘅，係啦，咁但係真係諗住都係兩個零禮拜就衝一衝已經過咗啦，咁樣咁又真係即係感謝神，讓我最終係可以去即係參與喺當中啦。係咁我覺得。即係我諗翻轉頭，其實我係一個好怕醜嘅人。係咯，我係即係好驚車嗰種啦。咁我冇諗過我人生會做一個咁主要嘅角色啦。係。咁我以往嘅經歷都係因為我陪我個好朋友咧，即係讀書嘅時候就參與過一啲舞台劇，都係做啲好輕騎嘅角色，即係好輕鬆咁樣。咁我就覺得啊，神今次俾我去經歷一個咁有意義嘅劇，喺當中。嗰、那個心路歷程其實都好似反映過我自己嘅人生啦，係啊，咁係好有意思，好有意義，所以我覺得到今日都仲係好感動嘅，係啦，同埋就係呢個神的名嘅吊嘴，都係我所經歷過，即係短短兩個幾星期裡面，因為我隻腳突然間咧有少少移位啊，膝頭哥，咁我都因為呢個劇都要上落落，上上落落嗰個橋啊。橋啦 ，platform 啦，即係我到演出之前先至發現有啲問題啦，個手頭哥都係舊患嚟嘅，咁係擔心嘅，但係真係經歷神蹟嘅醫治啦，有娟娟姨姨嘅代禱啦，有童工嘅代禱啦，就幫助我即係去經歷到喺劇裡面點樣去憑住神嘅名去經歷神嘅醫治，喺我演呢個劇嘅裡面都真係咁樣經歷咯。仲有一個係好深刻嘅就係、是、都係因為呢條橋。會喐啦，會震啦，會轉嚟轉去啦。其實對我嚟講係好大嘅一個心理障礙，因為我未翻嚟香港之前咧，喺日本啊、台灣都經歷過，係啦，仲有耳仔問題啦，同埋因為地震咧，我其實好怕啲震嘅感覺，即係有一種驚恐喺裏面，就少少震都好驚嘅。咁但係今次經歷咗六場咧，即係估唔到自己 OK 喎，即係神真係幫助我，真係有神助，所以好感謝神，好感恩。哇哇哇！太精彩啦！我都覺得真係 Major 都係神蹟嘅器皿嚟嘅嚇。佢本應好想服侍神，但係卻係因為好多嘅難阻，佢都想放棄。但是看到咧神的恩典不斷挽回你、呼召你，神的呼召是永不後悔的。所以弟兄姊妹，原來是咁嘅喎，即係你覺得自己好驚嚇，你話驚就唔適合演戲。哇！你睇到 Major 嘅心未？唔使退縮啊！
第日有人找你演呢，一於常。原來神呢可以透過這個演劇呢，你想一下，好像 Magic 他經歷這麼多這麼多的挫敗，其實他很想退，他也都本身是一個怕青的人，他自己說怎會今天可以在這套劇裡面擔任主角的角色呢？這個絕對是神的作為，給你一些掌聲啊！